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《妙招助手》。构树是一种生长非常迅速的植株，又叫楚树、砂纸树。它的树皮、果实、叶子都有很多的用途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叶子做饲料，将构树的叶子摘下发酵一段时间，制作成猪饲料，有独特的清香味，猪喜欢吃，吃后贪睡，长势快，肉质鲜美。二、树皮造纸，构树韧皮不纤维和半纤维，含量达到 70% 以上，与亚麻比较接近，而细度堪比棉花，在纤维特性和含量方面都有很好的品质，是造纸行业制造高档纸的原料。三、种子可育苗，把构树的种子装在桶内捣烂，进行漂洗，除去渣叶，便可获得种子。播种前用湿细沙进行催芽，在春季就可以播种了。好了，今日讨论的话题是构树的用途。如果你有更多方法，欢迎留言分享。更多生活小妙招，请关注妙招助手。